短短六天，我们已经遭遇了21次劫杀了。难道宝藏就在那座城堡中？老大，你们看，荒漠团，拜见九皇女殿下。普洛林，荒漠团这是公然与所有势力对抗，他哪来的底气？九皇女殿下。 你想独吞宝物？是那个杀了我的保护团，混蛋！开城门。